江苏省美术馆作为全国重点美术馆，是一所集中美、展示美、研究美、传播美的一所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，也是我们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抓手。江苏省美术馆始建于1936年，经过我们美术馆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，现在江苏省美术馆的藏品呢，也趋于系统全面，而且蔚为大观，精彩非常。应该说，今天的这种成就，是汇集了社会各界对美术馆的关心，以及我们典藏人员的不懈的努力。目前呢，我们的典藏作品呢，总数大约在14000余件，其中既有古代的书画，明清的精品力作，以及近现代名家大师的名家名作，还有丰富的油画作品、工艺美术作品、雕塑作品等等，可以说这些既是我们典藏活化研究的一个基础，也是未来我们扩大美术馆藏品影响和文化推广的重要的基础。历经数十年的收藏积累，江苏省美术馆已经拥有10多个收藏门类，其中包括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、书法、民间艺术等10000多件作品，形成了明清绘画、明清书法、近现代绘画、现当代版画等10多个专题系列。在收藏内容上，江苏省美术馆以收藏近现代美术作品为主，立足江苏地域的美术特色，以收藏新吉林画派的代表作品、金陵四老的书法、江苏水印版画和当代优秀美术精英的代表作品为规划目标。江苏省美术馆在收藏质量和数量上在全国美术馆位于前列，我们依托藏品开展了有步骤有系统的学术研究，研究主要包括对已收藏作品的个案和综合性研究，对新收藏作品的研究，对江苏艺术发展史和美术思潮的研究，以及对主题展览的策划研究等。通过藏品的研究和展览，江苏省美术馆不仅在国内美术馆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对美术事业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我们还完善了研究、展览、出版的一体化模式，提高了学术研究的实用性，为美术馆积累了一笔丰厚的艺术资料和财富。